先啦，好多謝鐵人免收慈善基金咧，今年已經係第二年咧贊助呢個活動噶，好多謝有多嘅產品贊助，包括屈臣氏蒸餾水啦，我開個 Spot Limited Spot 蘇豪雲行單車。沙龙巴士等等噶，咁好多就有啲协办，有啲协助嘅单位噶，咁包括咧就系医疗辅助队啦，同埋元朗西第七旅嘅同工噶。咁首先咧，我哋想请铁人免伤慈善基金会会长黎文希先生为我哋致辞噶，唔该黎生。出任会主席噶啦，会主席，元朗体育会邱主席，康文署啊郑经理。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鐵人滿心慈善基金咧係好高興今日能夠第二次協辦呢一個手續鐵人賽。鐵人滿心基金咧，除咗係着力去資助一啲有需要嘅長者同埋幼童之外咧，亦都好樂意去贊助一啲對青少年係有益身心嘅運動。希望咧係以後咧，除咗我哋多做公益之外咧，都繼續去贊助一啲類似嘅項目。咁所以咧，好希望咧喺出年都能夠再見到大家。